蔡，我老曾。我们今天呢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我们要去参观月子中心，带大家去看一下花莲就是还不错的月子中心。然后这间月子中心呢，它可以带大宝入住，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去实地参观一下月子中心到底长什么样子。第一胎呢，我的月子是在家做的，那这一次呢想说借有一个机会可以来为第二胎做准备，那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参观月子中心，所以等一下带大家来去看一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吧。 Go！ 好的，我们现在在前往蓝田的路上，那蓝田呢在市中心，在机能上呢其实还蛮方便的，按七楼。进去前要洗手，前要洗手洗干净。我们要登记一些资料。没有，都没有哈，都在花莲吗？对。进到一个小诊间，这个诊间呢是要填写资料，然后写一些我们的基本资料，那待会会介绍一些里面相关的东西。进来的时候里面还蛮舒服的，所以待会带大家看一些里面的环境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菜单，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，跟那时候我吃月子餐的那个感觉还蛮像的，那看起来还蛮丰富的。对，一天有午餐。然后呢这个是写一个报名参观表，然后这个是走廊，很温馨。我们的晨晨哥正在那边玩，爸爸陪晨晨哥玩。这是大宝游戏区，目前因为先收掉了，所以暂时剩下这些东西。妈妈正在做按摩椅，享受一下。15平的，然后这间比较好的是，哇，它浴室超大的，这里有一个浴缸，然后还有一个淋浴间，里面这个真的是比较特别一点。这边呢还有就是浴室的设定，然后有一个衣橱，这个衣橱呢里面还有收纳空间，它有一个小客厅跟一个房间，那这间是15平的比较大间。那如果说访客来的话呢，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聊天。那产妇呢就可以在这边自己喂奶。整体的房间是还蛮不错的。对，这边还有一个电视，这个房间有两个电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哺乳枕，哺乳枕喂奶的时候超好用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小书桌，可以在这边看书，还蛮悠闲。这间叫喜悦房，这是12平。哇，好美哦，采光超好的。然后这边有消毒锅，还有热水器，然后还有一个小沙发，12平的房间。然后外面的景色还不错，今天天气很好。好，房间整体的感觉。这是厕所、浴室，然后这是另外一间的12平房间，一样有消毒锅，其实也是蛮大的，还有一个小沙发床。外面的景色舒服，采光都很好。这间的房间比较长型一点，那一样有一个化妆台。这边有个免治马桶，然后是浴室的部分，也是蛮大间的。